是你这漏网之鱼，丹佛今日并非孤身前来，阁下之急，一个个都急着送死。你是之前那股刻赠的真气，可是你打倒了虞姬。 袁术，你残害百姓，罪大恶极。今日我等要替天行道。罪大恶极，董卓、袁绍，二人空有丹药在手，却因不愿舍弃人性而招致毁灭。沉湎于丹药之力，竟还大谈什么报复志向？ 尔等还要对凡人的虚伪本性视而不见到何时？这，被借为董卓袁绍之辈，也有如同刘将军那般胸怀侠义，想要靠情义平息丹药祸害之人。凡人，真是愚不可及。
曾几何时，在下有一柄手中利剑，定可斩尽天下不平，将慈父待世的友人之言抛诸脑后，投身于江湖与沙场。而在下越是挥剑，越发现这乱世之不平事竟斩之不尽，将身陷囹圄且心怀迷惘的在下解救的是一道仁义之光，剑可出双手所及之不平，而唯有仁义方可出天地四方之不平。在下当尽一身之才智，令此仁义之光照耀此乱世，如此则天下太平之日终将到来。阁下的情义之力再一次助辈解围，妾身在地牢中找到了刘荆州。现下荆州的丹药之祸已除，然而诸侯攻伐不止的乱世想必仍将持续，辈只恨自己实力不足，不能救百姓于水火。我军正缺少先生这般才智之士，不知先生可愿助辈一臂之力？此前隐瞒身份试探将军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在下早知将军便是我主，徐庶不才，从此愿供将军驱策，效犬马之劳。恭喜夫君，你得军师。新野便是我等新的起点，请诸位助我刘备一同实现仁义之事。